马上问进行的是反正急转弯。哇，这单元好玩，大人小孩都爱看。非常谢谢的观众朋友对这个单元的喜爱。对，你觉得这个单元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？我觉得大家想要看我们艺人到底能够有多笨，有多蠢，正着写都还会写错，何况反着写？是你本人吗？连两队成员的都是一时之选。对，我们这里都是念博士啊、硕士的。来，首先是博士，对对，牛津大学毕业的刘雨柔。大家好，刘雨柔。加州大学毕业的白宇哥，谢谢大家。加州大学汽车修护科，车护修护科，去吧。接下来这位台湾大学毕业的烹饪科，台湾大学烹饪科毕业的威如，乱介绍，好被告。都是大学生，都是大学生。我们这边呢，那学历没有那么高，厉害。行万里路，马上欢迎小甜甜，小妈妈。小玲玲，都是小，但是你们也不见得大到哪里去。欢迎好了，照惯例，你们先来，我们先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小中队就位 ，Let's go。反正急转弯游戏规则说明：两组分别挑战三道关卡，有一字步、二字步以及第三关卡的联想题。每题在时间内以反写的方式写在透明板上，每人写对一题可获得一分，最多者胜。来，来。马上，小中队先来暖身一下，暖脑一下，好，暖手一下，没问题，暖一下，好不好？暖一下，微不足道，准备，赵书记，微不足道，开始，十秒钟，好，微就难喽，那没什么差，哎呦，好，还有小中灵光哦，哎呦，哇，哇，哎呀，过了，睡，过了，睡，什么？来不及，哎呦。好，这个那个竹碎，等于是时间到之后才写出来的。对了，但是很快嘛。喂，喂错了，下面的差一点，差一点，错了。有吗？错在哪？啊，错在那个下面那个拍啦，底下那个拍那个耳。可惜，可惜。你多一横，还有一横。到不不对不对，竹碎竹，这是时间之后才写完。哇，你好适合在里面。到差一点。白宇能射在里面。对啊，你在里面好满。白宇，你同时没不是没有叫白宇这个名字。二七三五。哦，这里。什么？二七三五。喂，站起来啦！四个人对两个。四个人对两个，表现不错。好，那这一组实力算不错哦。好，一共有四题，如果平手的话才有加赛。好，一字题，题目是。永恒啊，这简单。永恒的恒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干嘛？还没开始，擦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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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预备，十秒钟。开始，开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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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他拍了一个眼，擦掉那个点。永恒。哎呦，很接近哎。哪有你的那个那么接近？对呀，很接近。没有，你这明明就写小瓦。对，你写小啊。小瓦，小瓦，小瓦。你不要乱瓦，小瓦，瓦什么瓦，先生？你瓦什么瓦？这是瓦出来。这是老大瓦的瓦。小瓦，小娇，小娇。所以。这个横，错，差一点。白云哥少一点呐，就差那么一点呐，最正确的。错。哎，他好像台灯哦，有没有？对了，对了，你画图啊？对了，对了，那对了，对了，对。干嘛了？我不甘愿。好，得一分，你好。OK 了 ，OK 了啊，最好有一分。我们随便两题就应该可以超越他们。没那么简单。二字题，两个字的话就有二十秒钟的时间了。啊，二十题，题目请看。严肃，这个人很严肃啊，这字对，这字很容易了。二十秒。反的很难呢。真的。严。哇，好难哦。好难哦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呦哎呦，二五六七，二五六七的盐呐，二五六七，二五六七，盐巴的盐，盐巴的盐，素的盐呐。举手。你肾发炎的盐呐。乱搞。
不要动，不要动啊！小方块那个字是什么？哦，对了，这个边对了，然后下面的感错了，感错了，感这个方。哎呦，哎呀，太难了吧！什么言语飞？言语飞，言语飞。这是一个符令，对不对？对，符令，这是个符令嘛？哈，太难了，三个都有。太难了，树好，哎呦，好有像哦。符令啊，啊言，言言也错，言也错，树也差一撇，树更是大错特错。对，啊，树是这里。对对对。啊，求了求了，再一个，有没有？每日一字，严肃的肃，肃这边错边的啦，开错头哈，严没有错了哈，错了啦，真是个感哈，好难哦 ，Oh my god， 感你知不知道了？这一组一分都没有，耶！刚刚暖身体还有模有样的，现在正式比赛就变成这样。身体还觉得蛮强的。对呀，一塌糊涂，没有严肃，真的是很肃，笔画多了一些。我觉得我们趁能够嘲笑他们的时候，赶快嘲笑。我们的强的是联想题。好，接下来是联想题，题目请看。哦，两个字就两题了。两个字的棋类，两个字种棋类很多。哎，不用讲太多啊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二十秒钟计时，开始。两个字棋类有很多，这个这就真的送分题了。哎呦哎呦，有人小钟厉害哦，哎，小钟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厉害 ，Yes Yes Yes， 耶耶，哎呦，二五六七也厉害哦，哎呦，四个人竟然有就有两，所以有三个一样，对了吧？该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羞羞脸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又没有对哦。这应该要对的哦。小丑了。这对了，这对了。对啦。这算对了，算对了，算对了。可以了哈，可以了。过。啊，算你过。军旗岁，军旗对。过。军旗就是对了。对。对有，你有玩过陆军棋？有，以前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都在玩，现在少了。总司令什么的，哎，跳棋对了。哎呦，写的很好，一口气给他们得三分呢。你怎么那么优秀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要替补我队长。不是啊，喜欢就讲，不喜欢我们就把拉窗帘拉下来。没有这一段。那个房客是谁？恭喜得到两分是吧？三分，三分，哎呦，三分，他们四分了耶！对呀，啊，哎，他们被他，哎呦，被他，这题算简单，两个字联想太简单了。我觉得你们也不要那么用力答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一题都没有发现。我真的在这方面有点障碍，对，没有啊，像那样联想题找到对的简单的就好了。哎，也是哈，一分多重要。好，好来，好了，再一个联想题，好，题目请看，写出以花开头的四字成语。好，以花来开头的，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四十秒计时，开始。以花开头，哎，小钟。哎呦，他们都好会，而且都写的差不多。哎呦，那个不要有旁边作弊的、偷写的、什么临摹的。哦，好认真哦。哦，他是中文哪里学的？你刚说他的编号叫几号？二五六七。二五六七。二五六七对。哇塞，高难度的。我们现在研究一下。哎呦，醉哦，什么意思啊？天花乱坠，你这个叫醉？这哪是啊？首先，我们先把醉先搞清楚。你耳朵长错了。醉是这样啊，就一个耳朵就对了。对。哎，我这应该睡半分吧？天花乱坠，哎，你一分都没有。乱都对啦。为什么一分都没有？为什么？就算你醉写错了，写对了。以花开头的，对，而且是用天开头，不是有花就可以啊。
连题目都没看好。大错特错，不要来。先我了解一下，这个算成语吗？花谢花开是花开花谢，当然不是。啊，不是成语啊，出糗了。花开富贵是成语吗？花开富贵迎新春。对，花开富贵不是吗？花开富贵是标语吧？对啦，这个是没有出道啦。这里有没有独眼龙？这里有没有独眼龙？这里刚有。我们眼见为凭，没有关系，我眼见为凭。花开富贵算不算成语？算算，花开富贵算啦，算啦，算啦，半分，这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说一横。OK OK， 这个很厉害哦。花田喜事还是花瓜田李下？花田喜事是一部电影的名字吧？算是部电影。哎，都对，花开富贵，应该是花田一路。一路啊！还两斤摊级嘞。我写八个字哎。但是你这富，你这富的点的点是往这边。对了，就是说他以他这边呢，这个是对的吧？对不对？对，对。这瑕不掩瑜，好不好？虽然这个富知道哎。丑一丑一，周云成，来，注意到这边没有？周云成，哪里有没有？应该这样，他写这样，知道吧？这没有关系。写快的时候无所谓，对，知道吧？要记得哦，好不好？要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记得我们，你对我的好，不要再用高规格来对待我们。不会不会，你放心，就放过那一这里了，知道 ？OK， 少一分啊，好，好来，好，一共得到多少分？5.5分。好，两队准备攻守交换，有点困难，没那么简单呢。好的，刚才小中队表现得非常的好，5.5分，得到5.5分。是，刚才这个白云哥就个人就拿下2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那个还不错，没有，终于找到你专长的地方了，真的不错不错。对了，我还可以写写字啊哈。雨柔有没有？我也以你为荣，是不是？不错不错，我也有得到1分，对，你也得到1分，不错不错。好，那你得几分？对，怎么没得分？0.5分是我的。烂透，是吗？0.5分，没有得分呐。说错了。Shut up。接下来给你们暖身体，公平嘛，好不好？四个字的成语，你觉得哪四个字成语给他们暖身一下？就直接开始啊，暖身，给他们暖身体啊，哎，啊，缘木求鱼啊，蛮好的，蛮好的，你会说出成语我就很高兴。什么？可以啊，缘木求鱼，好，计时开始。缘木求鱼，应该很多人写错这个吧？沈玉玲，太过分了。我还可以写写孔雀一点。缘木求鱼哦。小马写一个字，写一个字就好了，写到最后一个字就好，鱼就好了，鱼就好了，写鱼就好了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时间到，哇，没写完，来写吧，圆，正确的写法是这样子，3，对啦，这样对不对？对，这是什么字啊？哎呦，在反字缴出0分成绩的小钟，这回究竟写了什么字，让蠢蠢哥认不出来呢？小钟公报私仇，修理小马。很什么？很狼啊！很狼。我跟你讲，接下来我没有计时给小马，你就写极限这两个字。好，证明我们修比度啊，不是残忍，是废人。我写不出来啊！我也要鼓励你，接下来的你只要答对一题，我个人拿出10000块奖金。哎呀，你为什么可以这么瞧不起他？就从修比度啊时代到现在。